你升等的。去路上看一下。搓一下，我搓一下。我们的佣兵真的是超厉害的。罗格营地，去看一下，偷偷看一下他在做什么。这边啦，马西夫，你有跟马西夫吗？这里，这里，瓦瑞夫啦，跟他对话，你就可以过去。我在第二章等你。正在忙碌。没有啦，你还没那个啦，你还没通啊。瓦瑞夫，你要跟瓦瑞夫讲话，讲完话之后你才可以那个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他在回溯中，我觉得他在回溯。当然了，你按一下你的 Q 啊，按下你的 Q， 点下去，看一下第六个任务。应该他上面会写说要你做什么啦。凯恩啊，魔女啊，瓦瑞夫这三个你都点点看，基本上到他上面讲的你就可以直接传送开来。Greeting.迪卡凯恩，我来看一下，还在罗格营地，要不然我去开一下好了。等我一下哦，你现在可以来吗？啊，对吼，你没办法来到第二章，你没
你不能吃我的那个。来看一下。我顺便等一下给你这个道具好了。我来看一下哦，增强武器伤害6%，哇，这个怎么要41等？我记得之前那个威廉不是说这好像10几等吗？忘记了，41等，他现在他穿不了啊，他才21呢，才差20等，而且说不定他升级是以后打到，不要紧啊，哦，可是你21等这样打得赢吗？嗯，你的任务现在是哪一个啊？啊，他离开了世界，惨。好，不然等他一下吧，我们就继续去打一下暗金。我们打个暗金，顺便我要把那个腰带用起来。到第二章。到第二章这边，我再跟你连线吧。我们去刷。哦，怪物都直接趴掉了。这边很多东西在等着你。歪雷，我发现我根本就是变成佣兵的陪衬，佣兵厉害多了。毕竟我们现在这野蛮人啊，也不是像女巫一样，女巫的攻击范围超大的，看那个连线的进来，那个罗伊啊。一大堆刀这样飞来飞去的，好可怕！扶着你，一定是这里。不是，下面，其实应该叫 EA 了吧，这个震来震去我拿不到，说既然这么大地图，然后入口跟出口都在旁边聚在一起，然后距离传送的这么远，
来吧。我靠近全部都100以上，放心，绝对可以搞定。狼之态，什么时候升这么多等的？骷髅帽，淬炭元素抗性加一，还有这样的招式。对啊，因为命中率是 95%， 怎么也打不中 95%、欸、说真的，我觉得我的光环完全被抢去，我们没有主角光环啦、啊。搞定，不过我觉得等一下我应该要闪开，他一定会放火焰迪亚波罗。
二三四五六。Afternoon. Tang San Dia. Wait, 等一下啊，他我这边耐力他是五十嘛，那他说耐力加一百八，五十根本就没有。再来，都给他打架了。死灵法师，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多了。
其实我毅然决然的发现到，上面明明就写81%、95%命中率，但我怎么感觉好像变成只有50%、40%？先点技能吧。朗朗，朗朗啊！哇，我都点下去了，再点这么多，然后朗朗还是只有两只。现在已经16等了耶，它上面写每5个技术等级加1耶。我发现我被他骗了。其他感觉就不重要，可能就这个吧。死亡凝视最好。啊，再点下去，我一定要相信他，终有一天，朗朗会跑出好几只出来。啊，准确率这么高，81%变82%。珠宝，打不到，我这御风之剑打不到，91%的几率打下去，竟然打不到。那骑士这个野蛮人就对了，没关系，我一样把你干掉。哇，60%哎，命中率。
好，再开一个，我再开一个。这是我开噩梦。那个 Amy 嘛，等一下，他可能打完第一张 BOSS 之后就可以来连第二张，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没有，可能是前置任务他没去解好吧。可惜是个壮汉。你是说我的野蛮人吗？现在我在挑战啊！大场面，大场面！我觉得我的输出最主要的就变成说是佣兵啊。哦。刚刚打到一大堆治疗药水，现在才用得上。安安，欢迎来收看啊，注意到你了，不然没啊。对啊，我开姿态就这样，如果没开姿态，你看它就没有掉了。可是只要是开其他的鹰姿态，它就掉毛；熊姿态，它也掉；狼姿态也掉。它什么都掉。安安，嗨。来看一下哦，73等还可以吗 ？Here， 地下墓穴。OK， 他在哪里啊？他在地下墓穴二层。地下墓穴在第二章啊。I am one。真是的，哦，来跟他哦一下，跟他说我可还没破到那边呢。外国人的审美观挺微妙，应该说文化长期以来就不太同，所以审美观也不太一样。他死掉了。我在想说他是谁啊？那个地下墓穴三层，他在三层死掉哎、欸。噗！爆浆的圣骑士 ，Boom B。